上预兆，王姓一家人把家务事闹上大马路，接近车主看到警方把嫌犯带下车，一气之下跑去找对方算账。等个红灯却无辜被追撞，这名车主忍不住抱怨了起来。在等红绿灯，他就从后面撞我，然后后来我就下车看，然后他们两个在吵架，然后之后两个就发疯，然后之后就一直追撞我的车。高雄市大同一路上，路中间停着一辆紫色超跑，流线型的车身闪闪发光。他是要倒车出来是不是？对啊，他倒出来，我停红灯在等。监视器画面拍下车祸发生前，超跑停在路上等红灯，但左边出来一辆轿车，以倒车方式慢慢靠近超跑，结果嘣的一声就撞上了。此为本专题智慧尾灯，接下来操作刹车灯部分。本创意利用 Arduino 与超音波感测器结合，做出能够在自车停止时，有些驾驶可能会多踩几次刹车来提醒后方的车主，而本创意就克服了此问题。类似，当距离设定为5公尺时，第一道的光纤导光条将亮起；当设定为3公尺时，第二道光纤导光条亮起；当距离1公尺时，第三道光纤导光条亮起。本创意利用伺服马达与 Arduino 做结合，有些车主在倒车时会因为视野不清的关系发生擦撞，而我们利用投射角度的改变克服了这个问题。智慧尾灯与普通尾灯的比较示意图。开始感应车速、快与距离，做出投射角度的改变。二、开始感应车速、中与距离，做出投射角度的改变。三、开始感应车速、慢与距离，做出投射角度的改变。Oh,